回家吃。然后这次来了。喜欢。那个道具是生活大爆炸。我喜欢那个地铁站，还有那个，对。忍者神龟，忍者神蝶中蝶，星际迷航吗？星际迷航，有趣，就是感觉很奇妙。就像刚刚说的那个一个水，其实呢，它上看起来是在大海上面，其实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，然后后面一个遮，后面一个挡光板，然后就直接照下来太阳反光，然后就显得跟一个大海一样，就感觉那样很刺激。而且当就是演员，就是例如说你想当一个就是。一个超级英雄，但是呢你在平常生活中肯定不会就是那种打打杀杀，或者是可以就是像钢铁侠一样那种，所以呢如果当演员的话可以让你就感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对，十个小时还是能坚持。对，到光闪过后闭上眼，摸着我的头笑容。